在动画艺术教学的同时，老师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使命。动画学院的教学密切关注当前动画创作的新课题，以创作促进教学和科研。大型影院动画片创作方面，由孙吕金教授导演的《小兵张嘎》已经获得2005年政府电影华表奖，曹晓慧教授等导演的《心中之王》影院动画片正在制作当中。艺术短片创作方面，青年教师们导演创作的《捕鼠记》《吸烟者》等十余部优秀短片多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老师做创作是一个传统，不仅是动画学院，我们上学或者我们现在的老师和我们现在的同事啊，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现在的同事，大家都是这样子，一边有时间做创作，一边有时间来做教学，只要这样才能够，你才能够不断的作为老师不断的前进，然后同时你教学也可以更好的提高。所以这个《河》的这部影片后来影响挺大的，在2005年的时候获得了所有的，囊括了当年所有动画的主要奖项，包括杭州的广电广播电影电视部的这个大奖，然后常州的文化部的这个奖，然后国际中国动画协会的成就奖，然后又参加了很多电影节。无论如何，我现在还在做，依然还是那么艰难，但是不做这不可以。这个段家教授创作的作品《河》，全数字制作 3D 艺术短片，2005年囊括了中国国际各项大赛专业6项短片大奖，其中包括中国杭州国际动画节、中国常州国际数码动画节、北京国际大赛、上海国际大赛、中国动画协会2005成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与华表最佳美术片提名奖。2006年，和再获爱国者杯中国文化遗产动画大赛一等奖。2005年，和入选并应邀参加美国奥林匹亚国际独立电影节、美国安科瑞治国际独立电影节、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动画电影节、匈牙利国际电影纪念日活动。2006年，携作品《河》参加德国斯图加特国际动画电影节，并应邀进行专题讲座《动画艺术与东方文明》。其实做《小兵张嘎》这部动画电影，应该说是出于一个很自私的一个想法。为什么这么想呢？就是其实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大家都有一个梦想，要拍胶片，拍35毫米胶片，那才叫真正的没白学这个专业。所以我呢，应该说从作为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生来讲，也一直有这个梦想。因为动画专业呢，可能在电影学院这个大电影专业来讲，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一个专业。历史上一个是动画片本身在中国这个电影当中的地位的问题，另外一个包括它的主要受众群的问题等等都存在着。所以我们国产动画片呢，应该说整体上是短片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那种个性化艺术性的短片优于这种长片啊。那么到了市场化以后呢，就是电视动画片要优于电影。那么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电影学院的传统应该说是一个精英教育加一个就是大师的教育这么一个思路，可是动画片呢，动画的教育怎么样能够突破啊？寻求一种突破，既要纳入到电影学院的一个大教育当中，同时又有动画专业的一个特色。所以我呢，作为那个从毕业生的角度来讲，我还记得当时是已经35岁呢，就开始，这是99年的时候，99年开始想拍一部动画电影。因为在这之前，第一找不着投资啊，第二呢，动画片拍摄要比故事片在某种意义上更难，一个是人才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所谓师哥师弟啊，加起来可能在国内当时来讲也就那么几十个人
它不像故事片几大场是吧，都可以随便拉出来，可能凑一个剧组没问题。第二个，动画片的创作周期长，像电视动画片，像一个艺术短片，一般的都要一年10分钟，而一部90分钟的话，少则也要3-4年。